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Dr. 李李博士。今天让我教你如何和对话 communication。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不管他是陌生人还是你认识的人，他先开口也好，你先开口都行。Hi, how are you? Oh, hi, how are you? 缩短。那如果他这样子问你的话，跟你问候，你要怎样答 ？Fine, thank you. 或者是 I'm fine, thank you. I'm fine, thanks. 不过不要停在那里，接下去讲 I'm fine, thank you. 还是 fine, thanks. And you? 你呢 ？How about you? 也是一样。What about you? 也是行。所以今天是第一堂课，我会继续把这个对话呢给它拉长。就是日常生活我们遇到别人要怎样去问跟解答，千万不要说 fine thank you， 等他一直问，有时候问到来他都没有话好问了。 OK， 所以我们第二课见，我接下去从这个对话，拜拜，下一课见。